嗨，我是宝可梦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SOGO 的外面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吗？这是我们的 Vlog。那我们的 Vlog 终于出外景了，非常的开心哦。就是接下来是百货公司周年庆嘛，所以我们就在路边做了一个特辑，要来教大家如何在百货公司周年庆省钱。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法宝，第一个法宝就是这个，怎么样？这个哇，这个非常的，刚刚被我乱翻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 SOGO 的这个，它有时候都会走 DM。那这个 DM 其实很简单哦，就是说你拿到之后你可以开始翻，但前面都是广告，所以你不用理它。但是你要翻到最后面这一页，这一页才是真正的重点。当当，这就是你要怎么刷卡可以拿到最多回馈。这边有讲到很多的银行哦，有非常多的这个银行的部分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说哪一个回馈对你来说是最多的。那我觉得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这个，有没有 PayPal Pay 点数据啊，有10倍哎，哦。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就是这个，就是满50000送你5500点。5500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200元换100，200点换100元，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可以换2500块钱。我觉得回馈率还蛮高，至少5%以上哦。你只是换了一个启动支付来做解任务的动作，你就可以多拿5%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。那第二个法宝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啦，我的手机啊。手机里面呢，其实你可以绑上两个 APP， 这两个 APP 呢，其实都有 Happy Go Pay 的功能。第一个是 SOGO 自己本身的 APP， 那第二个的话是 Happy Go 自己本身的集点系统。我来简单操作给大家看，如果你没有下载的话，你可以很简单的下载一下。你下载之后，它的首页长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如果你有登录会员的部分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你的会员点数。你看我的点数有多少？39000多点哦，其实也不少，就是自己这一段时间自己慢慢累积的。那如果你要做结账的话呢，很简单，你选下面的行动支付，有没有看到？点下去之后呢，这边就有这个条码，然后就可以扫码支付了。对，那 Happy Go Pay 这边呢，有没有？这下有个小小的按钮，点下去。哎，我要先那个人脸辨识一下。OK， 好，你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它这边其实就可以给这个柜员，好，柜姐去扫码就可以结账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前提是你还是要先绑定你自己的信用卡。那我这一次我要绑定一张新的卡片，就是这一张，看一下，哒啦，我的这个中信华航联名卡，这个是金属质感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闪闪发亮。对，那现在我就先把它绑定好，你看，好了，卡片新增完成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好，那没有问题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去里面购物了。我们现在就往里面走吧。你现在要去逛的地方，其实我刚好缺一双球鞋，所以我想要去买美津浓的运动球鞋。现在带你上楼。现在我在的位置其实就是都是体育用品的，像有 New Balance 啊，然后 Skechers 都有。对啊，哦，又有这种很可爱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，有时候来逛就觉得蛮开心的。Puma。Puma也是蛮多人会喜欢的，对，这个我也觉得蛮不错，看一下，黑色感觉上是比较就是保守一点，像这个颜色也蛮好看的，我觉得不错，对，有没有？像这种 Gore-Tex 这种就是好像是防水吧。但这个就好像应该是登山可以穿的。决定是这双鞋子了，我们赶快来结账吧，用我们的 Happy Go Pay。对，我看一下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来走吧。OK 吗？对对，要这双，用 Happy Go Pay 可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需要先扫载具还是怎么样 ？Happy Go Pay 吗 ？Happy Go Pay 先扫载具。载具，然后最后再结账。对对对。小姐，你稍等我一下哦。那结账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先扫你的 Happy Go 会员，然后还有就是发票的载具，对，载具先，对，可以吗？哎，有了，好，好，所以载具进去需要停车吗？不用。好，那你要刷卡付现？直接用 Happy Go Pay， 然后 Happy Go 会员要先扫吗？不用，他就直接进去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好哦。是刚刚那条码吗？这个条码，是这个条码 ，OK。不好意思啊，不会，看这个，
对，因为这个它是绑中信华航卡，所以我们就用中信华航卡结账。然后这时候踢进去的时候，是 Happy Go 的卡号就会在里面。哦，就直接在里面。对，所以不需要再不需要，不需要。这个是算是系统改新的。其实这时候呢，你就会得到一张收据。收据。然后我们要 check 说 Happy Go 有没有进去，这边有个 HG 就对了。Okay, 有一个 HG 就会进去成功了。对，就完成了交易，好开心哦！今天啊，真的很开心诶，就是你的 vlog 任务就挑战成功。你看，我买到我需要的鞋子，然后呢，我们也顺利的就结束了。然后现在要回家了，真的觉得非常开心。然后大家也不要忘了，要记得订阅宝可梦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 vlog 的话，我们现在开始出外景哦，也别忘了要订阅，然后分享给身边的亲友，让他们知道 Happy Go Pay 真的很好用，好不好？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